郭台铭当初要买疫苗的时候还被逼签不选总统的那个切结书，你怎么看这个事情？我都不知道了，这个我一无所知。哎，如果有签署的是郭台铭，那凭什么在问我？自己我也不晓得是不是到底怎样，所以应该你们应该是郭台铭才对啊。那如果真的是你觉得他好是花心，那我们就不需要回答假设一些问题了。这个事情我先确定真相再说。这晚上啦睡不着觉啦，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，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哦茶氨酸来调节情绪，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。现在下定的话，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717， 若鱼帮你来打折，